台塑六千这条促协金啊，吼，这条促协金，这个金主的贵人一家，但我们要做便宜啊，对吼，啊，装饰贵人因为全新空间，嘛不是啊吼，啊大家咧，啊这个是金主赶快的所在，最后上亿咧，大家一旦达成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讲台塑六千愿意将这条钱哦，当然是大家思念大家。四月份，就是中年的二十五日吼，将这条钱愿意啊提出来，来按照这个促协金的使用的办法吼，来回馈给地方。过程虽然辛苦，但是呢，结果是非常甜美的嘛吼。这个甜美哦，尤其是气候上清楚吼，啊，像咱手啊咪咪的嘛，啊，因为呢，咱地苗可能是上接近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地苗一定也是回馈可能是上济啦吼。这对待咱地主。建设啊，包括社会方面，我来有真大真大的帮助的。咱政府和企业的合作，大家共同迈向来改善咱昆仑关空气，是跨出一大步。这大步是全台湾、全台湾历史以来、将来不发生，唯一发生就是在咱昆仑关，尤其是上直接受到影响的，就是咱地苗的。大家所知影，我这三年外以来，为了空气污染的问题，可能参台塑的工作单，大家有一寡立场的无同款，有一寡意见的一个冲突，这个过程也是同款啦，充满了严肃考量的面向。但是呢，咱最后得到一个全台湾从来没有过的突破，也就是去年四月份时阵，去年四月份台塑入侵。主动宣布，伊的这个燃烧石油焦的这个基础，伊讲伊不爱烧这石油焦啊，伊主动提出，我们要改换成燃烧生煤，各位啊，这就是一个真大的突破咧。当然，石油焦伊的这个杂质比较多，伊可能对空气造成污染也关，伊愿意接受我们地方政府的要求。为了顾及咱百姓的健康，伊愿意从石油焦改成生煤，这已经是一大突破了。尤其是金嘉南林各位，伫去年的六月份，台塑化的董事长参我两个人去到经济部，伫当前是经济部的部长李世光部长的见证之下，颁一个名称的备忘录。这个备忘录的内容是啥物？就是讲台塑入侵伊收入，伊2025年之前，伊要将伊原来烧酸煤、烧土炭的三个基础，要甲改做烧啥物东西？要甲改做上清气型的烧加速、烧天然气。够呀！这一步跨出去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。这嘛是包括咱的百姓、地方政府。环保团体长期以来的努力，向台塑入侵直接来反映，甚至是施加压力。最后，企业伊愿意顺从民意，伊提出伊的善意，要来满足地方的这个要求。所以讲，这部法律非常非常不简单。我特别提起这两条，一条促协性的问题，一条就是改善空气污染这个。要来甲大家做一个说明，也就是讲，也就是讲，咱毋茫讲企业伫咱这个所在有法度通非常顺势来做营运，但是地方政府伫个监督的路上，咱必须要去保护咱的环境，咱必须要去照顾着咱的空气，照顾着咱百姓的健康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有一寡矛盾在上头，但是呢。政府也同款，百姓也同款，企业也同款，大家总是要本着良心、良心来解决。参像咱咧处理促协性的问题同款，参像咱为着要保护空气的清气水所做的努力同款，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模式。我将来和地方中间的这个活动，和企业的活动，本来是一本一种的流，大家继续来努力。大家继续来打拼，咱地方所需要的这基层的建设，咱嘛同款是一等初衷，咱嘛大家咧也会较思
观念。反正我虽然是出外，有安怎吼，但是咱我来直接来留言这边吼。